三只老虎主播小岔气，当小杨哥不在时。啊，没事啊，咋什么情况？啊，没事，哎，站起来，走吧。 没事，咱们大胆的，兄弟们啊！小杨哥今天不在，咱们就大胆的放贼。啊！你们把这边做的什么？这是卖货，是不是，兄弟？走了是吧？啊！走了。 我靠！这个不仅可以刷牙，可以用，还可以那个，可以什么？我不敢胡说啊！你刚刚说什么？可以什么？可以用啊，刷牙用嘛。哦，你看，特意做这个，你看它的底，这比较粗，看到没？这上面很粗。 啊，并且它粗，然后呢，它上面有那种凹凸不平。那你开车了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在开车，兄弟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在开车？这么浪漫，对不对？我说可以用啊，它是可以用啊，这刷牙用的嘛？就是用的呀。你看，比较粗啊，你看是比较粗啊？对，就这也不是，是也不是玩的，我手都比它就是用的。想个我可以证明，想个没开车，我弟弟说的对啊。 5种模式，一个模式有3个档位，一共是15种，每个给你们送4个头的大头啊，加在一个一共是8个刷头，第一个是6700块钱，反正价格2个，又是9900，又是9900，因为亲女款嘛，上车。第一个跟你说过你是我哥的，我靠，我马上我就推你了，我跟你说，马上你看我给推你了，对不对？我在我妈的肚子里面待的时间长一点，我是不是最大？我先出来的，大哥，你先出来，平衡你老大。 我先说的，金砖加研究表明，双胞胎带肚子里面谁带的时间长，谁是老大爷？你听谁？我带的时间长，我的营养比你充分。谁忽悠你？你都信了？啊啊！哥给你说，我知道你不信，都忽悠你了。按说其实就是我是老大。那个户口本我写在你上面，你就改，那我改一下就是了。你去改。人时风平浪静。 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想个明显啪两个，讲的对啊，讲的对，忍一时风平浪静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对，忍一忍，对，我这个要忍，那叫怂，你知道吗？简称怂货，怂嘚儿。还有一句话叫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越想越气。 哦，还有一句叫忍无可忍，就无需再忍啊！那不行，忍一时。我就忍最后5秒钟了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弟弟，好，later， 来了，哦哦哦，这个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，你是我亲哥。 知道吧？永远没有人能比过你那帅气的脸庞，知道吧？一年必钓一条鲨鱼、大金鱼、八斤、7斤啊！大杨哥钓不到，我就是小狗。你说最帅的没有之一。大杨哥心动了，你瞅瞅他的眼，大杨哥心动了，有多帅？那皮肤跟脸，那牙，是吧？ 是多帅是吧？是不是？看那牙，他的脸，他的表情，眼睛多大？啊，我们现场有90万人在看大杨哥的帅气的脸，那个牙齿，看牙齿，是吧，兄弟们？我跟你说啊，他是我。
不行，我回不了。卖三次十万有一个账号，你记得吗？我们已经给他提起那个什么了，因为我们公司是有法务部的，我们已经开始对他进行处理了。他借助我们疯狂小杨哥 MCN 机构的这个名义去剪辑一些小杨哥的带货视频，然后一天卖二三十万，一件都不发货，一毛钱的货都不发，然后直接重新换一个账号。所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账号点好关注？因为这个账号是三江网络的官方直播间，有任何问题只要你在我们这里买的，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解决，好吧？谢谢啊。戚老板关注了好多小杨哥和三江的，怎么看都是不是你们授权的。哎，我们授权的唯一标准那个就是带 MCN 是吧？给我找一个账号，我就请你们辨别一下，别你们以后上当受骗。就是这个来，兄弟们看到了吧，看到这里有一个 MCN 机构了吗？这个机构后面带三只羊才是我们的账号，其他的全部都是假的。其他全部都是假的。Later， 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咱们三娘的主播啊，都多么有毅力，哎，就多么要稳如泰山，就是咱们直播不能被一些外局的东西影响。对，影响了直播，那影响了兄弟们的观感，所以说我们要稳如泰山。对，咱们不能丢人家，直播间还有二十多万人呢。好，看一下有多稳啊。我抖抖，你抖，你抖，你不要抖了，稳如泰山啊，姐。刚才还抖，现在又叫起来了，稳如泰山，稳哪去了？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给我耳边放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你别着急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啊。还要PK啊？我输了，输了，我奖励我亲这个亲一分钟啊！对，他输了，我奖励他报那个，随便报其两个其中一个。来，报两个其中一个啊！来来，有 music， 干他！你把那个后面这个人，后面谁这边谁错了？啊！新老板，有，谢谢齐老板。耶，老板干啥呀？谢谢齐老板。不能赢啊！我就是做人，他真做人，怎么不能赢啊？咱们三个人加起来，你们感觉一个人知道吗？对面不报。我的妈！我直接走了二十万人，我了。最后十九秒，兄弟们，哎呀，感谢我超哥的有梦。超哥，你不要夸大哥。不用耍兄弟们，兄弟不用耍，不用耍。哎呀，大哥你怎么造的？大哥你这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给我希望。哎呀，大哥你这给我希望，谢我后空翻。大哥呀，兄弟们给后空翻点点关注啊！王子回来你干啥呀？其实我想输的。你看看你。大哥，这个后空翻肯定都是新，是不是新粉丝的呀？他还说我粉丝肯定不想我赢，他们肯定想我亲的，气死我了！我都想揍他。哦，我输了吧？哦，我抱一下，来抱一下，送我十来，给抱。哎。重报，报旁边那个，再报到另外一个，收了是吧？我报了，另外一个也报一下，另外一个也报一下。我让你抱旁边这个黑衣服的，妈，我抱完了，我这么不高兴，我什么都不高兴，你说我，你不行啊，世界。